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美菲大赛，这个妆太浓了，这一看就是 PS 的这个痕迹太重，好玩吗？那不是美菲大赛吗？里面没你妈呢，确实比那个时候要美一点呢，挺可爱的呀。这个腿是因为角度原因好吗？这不挺可爱的，可爱的在那喝奶茶，也没有那么短吧？太过分了吧，这也！哎呀，长得像一个笋一样，多笋呢、我那天是在想事情，我心里有很多事情。等一下，这个台词 P 的吗？什么叫养女人犹如养猪？这谁说的？葛中堂啊，这养女人犹如养猪，得好好的圈着。怎么可能打呼噜？外星人吞食地球，好恶心啊！这幅画，咦，我下播了。你们真的很烦，你才拯救了地球，你才是超级英雄，你整个小区都是英雄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吗？他可不可能嘛？要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的脸你看早就变形了。你看，我可以，你看，你看。他是个人吗？我只能说是毫无关联吧，这种纯粹就跑题了呀！你知不知道主题是什么呀？没有这么夸张吧？这 P 胖了吧？这里个地方怎么可能这么鼓啊？虽然也有点鼓吧，但是没有那么鼓嘛。P 过的，P 过的。哎呀，我而且我最生气的是，我瘦的时候我的手也是这样的，我的手就是长这样的，不仅是手，我的脚也是长这样的，就是那种肉肉的。然后我捏着这种拳头哈，你看我甚至还有这种窝，就是这种婴儿才有的那种。但是我的手它就是这样的，我瘦的时候它就是长这样的。我瘦的时候，我一把我的手一伸出来，他们就说你手好胖。然后我现在胖，真正胖了之后，我一伸出我的手，他们说就实锤了，确实特别胖。他说看我这个手，至少有180，我的手就是这样，脚也是这样，我脚也是那种像那种婴儿的脚一样。U 盘里面也是这样啊，U 盘里面也没有脚踝的呀，你看嘛，就像一个萝卜，没有脚踝，一直都没有脚踝。我再找一个给你看，你看嘛。我这个时候也挺瘦的哇，100出头一点吧，你看嘛，根本就没有脚踝，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。反正我的脚、我的手都不好看，你光看这个手是不是也像130斤？我的手就是这样莽嘟嘟的，240是不是过分了？记得三连哦。